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红。你们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是小李姐的生日。那今天我想给她拍一个视频。因为平时她给大家拍了所以今天我们了解她一下。我也有一些问题想问她。现在我们先祝他生日快乐。我准备好了水果给小李，祝他生日快乐。生日快乐，surprise！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一般般的快乐，快乐吗？好美，好美。好吧，大家好，我是小黎，好久不见啊！我应该是有差不多有一个星期没有更新影片了，对吧？那今天呢就是一个比较有特别的日子，就是我自己的生日，所以今天会有更新给大家的。这个就是小红她说今天给我的生日礼物，你们看我妹妹这样子的。这个就是河内的莲雾，现在是它的季节这几天为什么我那么久没有更新？因为个人也是有一点点的事情所以没有安排好时间可以拍影片给大家。我也知道有一些粉丝呢一直在等我更新真不好意思呢。最近我们呢这里呢疫情是回来了。很多是会感染，所以我们呢不好出去的，有很多事情都要处理，但是没办法，政府让我们是如果没有急的事呢在家待着不能出门。而且呢在五月份的时候我和小红有去香港那边呢一天但是回来的呢现在有那个通知，是五月份的时候有去香港回来的人都是要在家待着，不能乱跑。所以呢最近大家肯定也没有看到我们两个出去拍视频以及做时尚的事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希望大家再等等我们一切都会有安排的。视频呢是小红正在给我拍，她说今天呢想拍一下我自己，然后她说她会替一些粉丝问我一些问题，因为有一些粉丝呢想了解我个人平时都是我来拍别人的有一些大家也对我没有很多的了解。那今天因为是我自己的生日，所以我会分享自己的生活给大家吧。今年是你多大的生日啊？大家好，小黎今年是28岁的生日了，也不小了吧？可以这么说，因为还要2年的话呢，我就达到人生的一个比较特别的年龄，就30岁。现在你有男朋友吗？现在的话呢是没有的。真的吗？真的。但是以前是有过有现在几个？有几个？你说现在我28岁了，如果是说没有去谈过恋爱的话呢，这个肯定不对，对吧？28岁没谈过恋爱的肯定是有问题，那而且是女人。那以前有几个男朋友吗？以前太多了吧？太多啊！现在也不知道几个了。不知道，我只想起一个是初恋，是3年的时间，但是那个时候还小，然后感情也是很单纯，好像是有握个手一次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都是优秀学生，然后在高中的时候，对。然后就是这样喜欢嘛，反正这个只能说是喜欢而已。然后他成绩也好，我成绩也好，然后就这样互相喜欢而已，也没什么到什么结果。现在人家还是单身，好像是好久了没有联系。那现在你喜欢什么样的人吗？
这个不好说吧，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有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的要求，但是有时候呢，人家说这个很大的就靠缘分有时候你说我喜欢那样那样的人不喜欢这样这样的人，但是你遇到了那个人呢，他可以改变你所有的思想。是如果要我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呢，第一个要求我是需要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有责任心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就是孝顺，第三个就是善良。关于性格的开朗还是沉默的话呢，这个无所谓，因为我本人就是喜欢说话，所以如果是对方不太喜欢说话的话呢，我可以替他说，我觉得这样。但是还有一个就是懂事，就是他要明白现在的社会呢，男女是公平的，所以不是那种想女人就是要在家里照顾，然后男人在外面打拼，这个是我不太喜欢，因为我个人是不太属于那种就是在家做家务，然后给男人一直在外面。我也可以，因为我觉得我个人也一样可以出去外面打工赚钱，对，这样。那现在你做什么工作啊？有收入吗？现在赚钱也不能说现在是失业，但是如果是说我真正的行业的话呢，是跟以前比的话呢，真的是现在在失业，因为以前的话我是有几年做旅游行业的，但是现在旅游大家也知道了。然后在家做YouTuber，然后收入的话呢，够我每天呢三顿饭，然后喜欢买一两件衣服的话呢还是可以的，存款的话慢慢应该也会有的，我觉得。那未来呢，你有什么打算？说到未来的打算呢，也是有很多，以前的就是没有感受到这个疫情的严重的度。我觉得以前我想法很简单，我觉得这个疫情应该最多也是一两年，但是现在在家待了好久了，慢慢也感受到它应该是没有那么简单，而且通过一些了解的方面呢，我觉得这个疫情应该还要很久，至少也要3年左右，他才这个社会才会回来以前那个样子，所以是理由暂时还是不能做，因为我不是做国内的旅游，我是对国外国际的，接待外国人来这边的，而不是我接待是在我们国内越南人的，所以对这个旅游的话呢，现在的话暂时没有做，只是有一些准备。因为呢旅游这个行业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我也有学过旅游，对，但是最近的打算还是好好拍视频，然后如果是未来遇到什么好的机会呢，我真的是很想做一个生意，因为本人是特别喜欢做生意，但是呢曾经做失败了几次，所以人家有一句话叫一次被蛇咬10年怕精神什么，反正这句我想不太清楚，但是大概这个意思，就以前呢失败过了，现在还是有点害怕，但是心里是很喜欢，如果是真的有机会的话，我也会不会放弃这个梦想。那今天是特别的日子，你有没有特别的想法？给粉丝有，因为今天是生日，然后今天早上在家的跟妈妈找回来很小的小时候的照片
刚好呢也是今天现在有拿在这里的，可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嗯，我个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嗯，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是我的，这个应该是才会做的，应该是有一岁呀、啊，一岁左右哈、哦一岁左右的时候，应该可不可爱？我自己都觉得很可爱。然后这个也差不多吧，有一岁左右吧。旁边是我妈，不知道你们看清楚吗？这个是很久以前，我们那个时候肯定是没有手机，没有什么照相机，这个都是叫别人来给我们拍。这个应该有几岁？三岁左右吧，两岁多三岁左右，我觉得，嗯，是小时候的。然后这个是特别像一个男孩子的，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小时候这个很黑啊，和现在真的不一样啊。现在真不一样吗？不一样。然后很少很少，就特别想念以前的照片。我觉得现在的人呢，他有手机特别的方便，我们以前是没有，只能叫他们来给我们拍，然后花钱。这个就是我上高中的时候呢，特别久了我从小到高中就是都是做班长。这个是我的同学，高中同学中学同学吧，不是高中。然后我找回我自己给你们看啊，对，脸胖胖的。对，给你们看清楚哈。两米三。还有一个也是跟我同学在我们呢房间里面拍的。然后你们知道我在哪了？脸最大的就是这里。这，我是班长的，这个同学是在我旁边，所以这样很好玩。还有一个也是很好的就是我上大学第一年的话，我们会参加那个培训军人嘛，体验一下他们的生活嘛。对，这个就是我的那个大学的同学，都是女生的。我们班就有两个男生的，但是好像他在这里没有什么跟我们拍照的。然后我在哪里呢？我找回呀，这，上，是不是？背的奶。啊，在这，在中间这里。对，在这里，很严肃。对，对，就是今天只能找回呀那么几个照片分享给大家。希望大家也，因为大家看我的视频，那希望大家也对我的生活有一些一定的了解。那最后我想问你，你有什么梦想？28岁的梦想，就是第一个就是健康是第一，包括自己。然后身边的人，就家人啊、朋友啊，以及喜欢我的人希望在这个疫情当中呢，大家都会健康开心。这个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因为其实小黎也是有故事的人，所以遇到了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事情呢，我才体验出来的，就是人生还是要健康快乐是第一的。然后讲远一点的梦想的话呢，可以回来正常的以前的生活，就出门也不用怕什么疫情的。我想可以到处边工作边玩，就做旅游，然后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喜欢的。然后还有一个愿望就是这个频道呢会越来越多的人喜欢，支持我
这样的话呢，我还可以啊坚持下去的。加上一个就是要去帮助更多的人，因为现在的我才做这些事情没有多久，但是我觉得特别是有意思，然后对我的人会有很多的想那个影响。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去帮助别人，看到别人受到我们的帮助的话，他们特别的开心。那么那个时候呢，其实心里的感觉到一种特别的舒服，这种的话呢从来是没有体验过。所以我希望呢以后我的那个亲戚会好一些，然后自己可以去帮助别人以及的支持我的粉丝，大家也是可以跟我一起去做一些那个对这个世界啊，对这个生活有意思的。我还是那一句话这个世界不差你一个，但是我没有那么想。我的想法就是这个世界就差你一个，对。所以我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开心，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呢能付出一点的话，一起加油，就让这个生活，让这个人生是不是白来。没有了，今天是把个人的想法已经分享给大家很多很多，很久了都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出来。其实我要准备好了特别的礼物送给小李姐，但是今天晚上我会给她希望呢她有生日的天真的快乐。对的，谢谢。因为说实话呢，我很久很久了是没有过生日。因为上高中的时候就出去县城那边上学，然后到大学学完大学以后呢，就一直在外面工作。没有，就是没有那个生日可以回家。那今年是不一样，今年是在家，所以可以跟家人一起过生日的话，那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年是特别特别的，就是有跟大家的分享自己的。好吧，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会一直支持我，也是支持我和小红的。我们呢，很感谢大家的，拜拜。我们在下个影片见，拜拜。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喜欢喜欢，拜拜。